首先在这边要最感谢的是我们基隆所有愿意相信佩翔，愿意相信说我们基隆的未来是可以变更好的，是可以变得更棒的。我们基隆人期待的是一场正面、正向、正常的选举，我们期待的是未来基隆要从中央获得更多的资源、更多的权限来改变我们的城市，同时之间也是期待佩翔来进入国会，帮我们争取我们应得的权益、我们应得的福利。那第二个，我想我后面的这些支持者们，谢啦，谢啦，一路走来没有我们后面的这些支持者，佩翔没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说出这些感言。那当然也要谢谢我的家人，我的老爸老妈跟老婆，在这段时间背负了很多很多的压力。最后要在这边特别感谢的就是谢国良谢市长，没有国良市长的大力帮忙，真的没有他的大力帮忙，我们这次的选举不会有这么理想的结果。所以佩翔会把我们全基隆的心声、全基隆人的支持放在心里面，跟我们后面一起打拼的团队到国会，帮我们所有的基隆人发声，帮我们所有人基隆人争取更好的权益、更大的权益，让我们未来把我们的家、把我们基隆市变得更好、变得更棒。谢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